陈法拉身为宁伟太子爷的老公薛世恒两年前高调公开了恋情，但是好景不长，如今早已结束七年情，只因他事业心太重，加上发现对方不时与其他女性约会，一怒之下提出分手。不过作为 TVB 花旦的陈法拉也不是吃素的，当然不能白白离婚。与薛世恒离婚后，两人关系还依旧保持良好，这也让陈法拉开出的离婚条件令人羡慕不已。前段时间陈法拉远赴美国聊情商，近日抵达香港，坐着薛老爷的七人车返回旧爱巢何温田的半山一号，主要目的是与薛世恒倾谈赡养费一事，更向薛家直接索要了5000万的分手费。如此天价对于薛世恒来讲当然只是个小 case。 陈法拉好友透露，陈法拉爱收集钻石，因此这次离婚陈法拉除了有4000万现金，更有1000万的珠宝首饰一起拿走。由于牵涉的金额不少，薛世恒要与父亲商量才可以答应陈法拉的要求。看来陈法拉和老公离婚也离得很值啊，连分手费都让普通人望洋兴叹。